国战就正式揭幕了哈，就不要去想一对一的，就是三国，各位就想清楚三国哈，三国啊，我宁愿相信，侯友宜越选越好，尤其他搭档那个人很强，所以这个会有类似蒋万安的效应的，就越走越好，越走越好，最后会当选。韩国瑜当然是第一啦，但是韩国瑜现在放不分区了嘛，要不要这时候不分区马上去那里？这个都是一个这个基层都有声音，但基层我这两天每天在基层跑，每天跟他们座谈，他们当然要的就是侯汉佩，就是如果没有侯科那就侯汉，他们要的是这个，但是如果那个人出来的话，他还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蛮被舒缓，韩国瑜哦，